各位少侠，本周的维护解读已新鲜出炉，且随我一同探寻最新动态吧。双龙之战大决战将于2024年11月9日14点30分准时开始，届时四海龙宫和富海帮的少侠可以分别前往海市格林西公主或走交库交魔王处报名参与大决战。本周六九日双龙之战大决战结束后，双龙之战系列玩法将进行一些调整。首先是四海龙宫大使和富海帮大使将移动至阴府院内新开放的四方管处，也可以通过海底迷宫一层前往海市阁，通过子母河底前往走交库。其次，双龙之战图标入口将不再常驻主界面左上角，少侠们可以在相应的主城开启双龙之战阵营界面查询并领取奖励。少侠们仍可以通过双龙之战的常驻玩法积累战勋和战功，解锁称谓以及称谓图标。值得注意的是，四海龙宫阵营祥瑞金甲战械、富海帮阵营祥瑞成为豆虾将暂时无法使用。2024年梦幻双十一优惠活动即将启动，11月5日中午12点起，部分服务器先享测试，6日全服开放至19日。活动期间，少侠可进入霓裳宝阁，点击双十一新品，选购全新孤瓜系列，3件起享8折，多买多省，最低66折哦！别忘了限时商店的套装，3至8折，指定色还有鲜玉返利。11月11日中午12点至次日，更有狂欢折扣，全场锦衣祥瑞5折，彩饰冒泡框头像框8折，宝相果染色8折，快来抢购吧！与鲜玉小仙聊聊，打开鲜玉红包新玩法。轻松完成每日任务即可获得金币1枚，将金币投进小猪储钱罐，累积投币次数达到指定档位即可领取1个鲜玉红包，红包自动存入霓裳宝阁优惠券，其他记得查收哦。鲜玉红包每单限用1个，可与狂欢折扣、新品优惠、限时商店等双十一各种优惠叠加，还可叠加其他单品优惠券，大家购物前记得累积红包哦。活动期间点击打开霓裳宝阁的双十一新品页签处，可享受双十一孤瓜系列外观整套搭配折扣。双十一孤瓜系列外观包括祥瑞小狗包包、锦衣泪眼娃娃、光环娃娃落泪、足迹娃娃、大哭冒泡框可爱柯基、头像框柯基的爱、彩饰对标小狗包包对标、彩饰特效幸运星，以及各四款不同的彩饰背景与彩饰边框。锦衣泪眼娃娃如同表情包悲伤大眼蛙，夸张而又魔性的悲伤的表情，走路时还有泪崩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购买双十一孤瓜系列外观，选购件数越多还能获得不同的折扣优惠，一起来加入孤瓜的世界吧。历经七赛季鏖战，群雄逐鹿叉九精英争霸赛年度盛宴即将开启。11月5日至19日期间，所有战队可报名参加年度决赛的选拔赛。年度赛分为选拔赛、小组赛、总决赛三轮激战。选拔赛、小组赛每晚双赛，总决赛12月28、29日连战6轮，冠军争夺战将于2025年1月11日、12日线下举行。六大组别巅峰对决，每场比赛有经验、金钱等参与奖励，还可以累计荣誉积分，荣誉积分越高奖励越丰厚，能平分奖金池内的所有奖金，还有晋级礼包、决赛礼包等你来拿，内有160级附魔宝珠、150级制造指南书等珍稀奖励。总决赛玩家还将获得专属称谓，彰显荣耀。喜欢自由 PK 的少侠有惊喜了，全新赛事群雄逐鹿风云对决正式开启，11月5日至25日每晚19点截止报名，随即分组对阵，19点半起进行三轮激战。比赛未转服至专属赛事服进行自由组队 PK， 不影响原服活动，更有诸多免费服务助你备战。每个比赛日都可以自由组队进行报名，无需战队，灵活应变。比赛服还免费提供转门派、切属性、换五行、切符石、提升孩子亲密度等服务，还有各种免费战斗物资、切入战斗自动补气血、灵气等。根据单日比赛成绩，每位参赛少侠可获得一定数量的风云积分。12个比赛日结束后，排名靠前者可获得丰富的物品和特效称谓奖励哦。帮派精英联赛年度赛赛程优化，年度赛将进行为期2个月的激烈比拼，共计18轮比赛，分为排位赛、决赛两阶段。排位赛将于12月进行，共9轮比赛。排位赛结束后，前16名帮派将分为1至8名。9至16名两组进行决赛，决�赛阶段将于1月进行，共3周比赛，均为3局2胜制。排名前16的帮派成员都能获得专属的特效称谓，
获得精英联赛年度赛冠军的帮派帮主将获得应龙宠物，快来召集帮派兄弟，一起为荣誉而战吧。好了，本周解读内容就到这里，感谢观看，各位少侠，下周见。